就来玩一次，对吧？我坑坑你，你也没什么办法。而且有些地方管不到。免税店吗？免税店还可以，我没买过。我只去逛过，但我没买过。哪有钱买？ 他怎么带这个东西？我操，他还带法力流系带，他就没把我当人。 戴眼镜的，你说艾尔，艾尔他不是在 B 站吗？我操，你这样抓我帮不了你。艾尔他在 B 站，他原来在虎牙吧？他现在不是在 B 站吗？现在都是不灭剑姬，不灭加强。 看了主播三个月，主播那青钢影，乌鸦都玩得很好，剑魔玩得一般，那我谢谢你。<笑>三级不加二级 Q， 哎，你想加就加，不加就不加，又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。你那一瞬间你感觉加有用就加呗，对不对？ 一般我跟你讲，这种你 Q 1段中了，你放 W， 然后你 Q 1二段中了，你往前走，然后你稍微往旁边，你快拉回来，你往旁边走，它基本上你能躲掉它 W， 但是有一些剑姬他会往旁边放，但你要取决于看他聪不聪明的，有些玩剑姬的他就知道怎么去躲你这个东西，但有些剑姬就不会。 这个就爆炸了，上线就惨了。我操，这干嘛不躲？ 这个剑姬玩的太木内了，不太行。看起来太木内了，兄弟们。那剑姬玩的太木内了，不行不行。 走了，多打他点血，不会干嘛哦。哼哼哼，木内，真的是木内剑姬创始人，主八钓鱼是。
这塔又要死了，动作太慢了，这下子不早死吗？等一下再 Q 一，这很极限。 还好买的是 CDC， 两个闪，这都敢防。看实况组的技术真是有够硬哎，硬就对了。 拜托，菲欧拉怎么和二萨斯对线了？我这个大绝一开出来，胜负马上就分晓了啦！不要再恨我一起打人，打不过的啦。菲欧拉玩家不太可以，还是得玩二萨斯。二萨斯的大绝是要厉害很多的。 这菲欧拉他到不了六级了，哇，他心态爆炸了，呵呵呵呵呵，心态炸了，这也太难受了。他五级了，不想玩了，那可能感觉瞎子在害他，那对面瞎子也玩不了。你还别说，男枪前面那波来打个血量还挺关键的，我操，直接就送死了。 真让人难受。你想过很多种 W 挡法，但他没想过不放 W。嗯，有时候剑姬是不会放 W 的，就是他放跟没放没区别。那他干脆就不放就很纠结，那放他也难受。他有时候放了也没用。 主播是福建第一建模师，跑去下路了。120、120、03、20、30、050、15-2，再玩个毛！剑姬的 W 其实真的，你玩多了，你会发现他这个 W， 我换了个人来折磨。 哎，我是失误了，没打完那圈，刚下来就挂了。刚子对线他本来就强，摆个英雄还玩明白玩精通，那不可能弱的。 剩下就是游戏理解了。很弱的，怎么可能会弱？但前提是你这个英雄，不要那么奇怪。你像掘墓啊这种英雄，他跟对线没关系。像掘墓啊这种英雄，他跟对线就没有太多关系。都往前走要死了，哥们。 我执法之前是 N 字吗？对，是 N 字，但是这个无所谓，我天生就是 M 字头，主要还是弹幕害的，天天要我加班，然后饮食不规律什么的，就掉了点头发。最主要的还是弹幕害的，天天叫加班，没办法，主要还是弹幕的问题。 天天在那哎加班加班哎刚来再来一把，对吧？就
要加班又不送飞机，搞得营养流失了，哎呀，又掉头发了，又熬夜，又焦虑，没办法，但还是弹幕害的，没办法，弹幕太可恶了，这才3块钱。 植发后期成功吗？我这个算是不是很好好护理？你植发成不成功要看你的护理了，主要是恢复期吧。你恢复期别抽烟，别剧烈运动，别喝酒，你别去搞它，到点就睡觉了，它会长出来的。 只不过他要掉完，我打算去直第二次，我想把我旁边再搜一搜，然后再把原来那些不是很密的地方加密一下。这么一看，好像我在打广告，嘿嘿，死掉喽！哎，我想接个 Q 了，你能不能 Q 准一点？你不 Q 那 Q 准一点，我都不好接呀。 我打算去值第二次，但不是很贵，值第二次不用值太多。弹幕不懂事，只会叫你加班，不像我这样的通宵。你们真以为？你们别以为说。 怎么讲啊？你要是，哎，算了，这个东西不好聊，算了，不聊了。这东西直播聊不太好，聊了对你们来说也没用，还是不告诉你们了。执法之前全部 T 吗？也有不 T 的。 卖药多兰顿你舍不得卖，多兰顿没用啊！你这个能回200，多兰顿回不起来。这个一般，你打个团10秒20秒挺好。等一下打完再给你们科普吧，现在在打，你们注意力都在游戏上，打完再给你们科普。好难受啊！ 盾他是没必要留的，多兰盾没什么用，他除了多80点生命值没任何用的。你留着药，你两瓶药，你怎么说？你打团你放2瓶药，他回的多呀，他比多兰盾回的要多呀。拿下兄弟们，大点波关注。